我想要一只擦鞋箱。你要擦鞋箱干嘛？擦鞋。那一只擦鞋箱要多少钱？100元。太贵。不贵，我已经去过批发市场4次了。要专用的箱子、凳子、清洁油、软毛刷，还有十几种鞋油，没有100元是达不到我的要求的。嗯，你要求还挺高。我现在有30元，还差70元。嗯，行。这70元我给你。哎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我这70元给你了之后，咱们就是合伙人，这算是我的投资。我在这个城市要待5天，这5天之内，你要把这70元还给我，还要支付我1块钱的利息，干不干？好。我现在读6年级，每个星期要上3天课，其余几天要放牛、放羊和帮母亲种地。但是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滑下过前3名，所以我是最棒的。嗯，不错。哎，开张了。对呀。这是你买的擦鞋箱啊？我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？商场里卖的太贵了，我昨天花了80块钱到商场里买的材料，回家自己做的。嗯。还剩20块钱投资款，你先收着。好。作为你的合伙人，我有义务提醒你，这商场里面有个免费的擦鞋器。顾客都免费去里面擦鞋了，干嘛他们要花钱找你来擦鞋呢？我去那边酒店门口摆摊怎么样？对，这是个旅游城市，每天有很多游客要住酒店，他们旅途劳累，第二天肯定要把鞋擦得干干净净的再出门。这酒店门口位置不错。哎，合伙人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把那1块钱利息还给你呢？我的技术不错的。哼。你这个小家伙鬼得很，你是想给我擦鞋来抵那1块钱的利息吧？是啊。行，那就让你擦。你要是擦得不好，就证明你在说谎，而我投资给了一个不诚实的人，那我的投资就是失败的。你放心，我的水平是最棒的。嗯，还真不错，我跟你写2个字。最棒。哈哈。哎，你们是游客吗？谁？我们是成都来的。你们要擦鞋吗？这是上国顾客对我的奖赏。最棒。你们要擦鞋的话，我保证把你们的鞋擦得像镜子一样亮。好多钱擦一双？1块钱。哎，小朋友，布鞋可以擦吗？可以，但是布鞋3块钱。今天是第5天，这是15元，刚好够您投资的70元，给您。合伙人，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。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，也是我对你的肯定。我最棒，给你。谢谢合伙人，等我大学毕业了，我去找您。好。张老板，您放心，您的货款我保证下个月给您汇到。刘行长，我们公司那300万的贷款，您看能不能再缓3个月再还？主任，你通知全体员工，这个月的工资到下个月再发。进来。郑总，有位先生想约您吃饭。你看我现在都焦头烂额了，哪有心情吃饭？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嗯？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，也是我对你的肯定。我最棒。哦。15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。是啊，我说过会来找您的。嗯。这是一张700万的支票。什么意思？我想投资您的公司，做您的合伙人。15年前是您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，从那只擦鞋箱开始，我完成了一步又一步的积累。我现在有了自己的3家公司，这700万投给您，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额外的利息。你想要多少利息？1块钱。你要把这70元还给我，还要支付我1块钱的利息。70元回报700万元，
这应该是我投资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。成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，而是你帮助他人有多少，有多少人因你而成长，又有多少人因你而感动。